刚才吹的这首曲子呢，是一首哈萨克民歌《美丽的姑娘》。口琴独奏曲是由石人望先生编配的。石先生的这一首《美丽的姑娘》非常有名，网络上有他当年录音吹奏。石先生在这首曲子里呢，采用了小提琴奏法、三度提琴奏法、大小伴奏、手正音、分解合音等复音口琴的传统吹奏技巧。我已经学吹过好几次石先生的这首曲子，每一次学吹之前呢，都仔细聆听他网络上的录音，所以每一次学吹呢，都有小小的改进，希望你能喜欢，谢谢收看。